我这得在国内联系个进货商，多进点，这不够，就剩这点了。这个，而且这个蜡也可以，就是有很多颜色，嗯，金色的、红色的，银色的。我用我得排一个东西，所以我得稳住，我操！这个叫蜡封是不是？是。上那个啥了？听到了金钱的味道。也听到了金钱的味道啊！不对，听到了金钱的声音。这不好看着啊！我之前做出来的贺卡真的是纯手工。